哦，孙老师、吴老师，然后肖老师、蔡副，然后主任，还有理事长、各位学长姐，还有各位老师，大家好。那谢谢主任的介绍，我是王尚达。然后，像刚刚主任讲的，我是这边毕业的学生。那我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相关的一些学经历，因为我是今年五月才到这个海洋大学，就回海洋大学这个大家庭，然后就是在这边上课这样子。所以，在目前来说，我们实验室已经有些初步研究，那后续会再跟大家介绍。那主要会比较 focus 在之前的一些学经历上面。好，那。我当然本身就是那个海洋大学食品科学系毕业的，那我的硕士班也是在海洋大学食品科学系就读。那后续的话，我到了台大农化系，然后在那边攻读博士。那博士学位的拿到了之后呢，我就进入到业界服务。那我是在休斯生技担任商务总监跟董事的这样子一个位置，然后另外我有在当时我有在一些业界担任一些技术顾问的角色，像是国泰公证，然后像是一些业界的加工厂这样子，这是我简单的一些学经历。好，那个就是我硕士班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明朗老师的学生啦，就是明朗老师跟那个陈荣辉老师合收的。那在那个时候，就是明朗老师刚刚进学校的时候这样子。那今天我有看到那个朱喜学姐跟思凯学长，就是在实验室非常非常照顾我的那个两位大学姐跟大学长这样子。那我在当时呢，其实是做一些跟那个水产里面相关的一些经验性成分的分离，然后做一些深层海水的经验性功效的评估，然后还有做当然是那个明朗老师的专长，就是几磷聚糖它的一个相关的物理化学特性这样子一个研究。对，然后后来呢，我就到那个台大农化系去攻读博士学位。那我是在苏南伟老师的实验室，然后也是跟李敏雄老师是一起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所进行的一些相关研究是有包括像是一些新颖的酒类的制作的这样子一些开发，然后有像是一些生物分离纯化的手段，例如说我们去找到这个爱玉子里面它的一些特殊的果胶酯酶抑制剂的成分。然后还有像是草莓粕里面它有一些特殊的成分，像鞣化酸等等这样子一些分离纯化，然后还有后续的营养成分动力学的这个部分的探讨。那另外呢，我们实验室其实针对这个大豆的部分也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像是有它的分离纯化、它的加工、它里面的一些大豆异黄酮的发酵培养，这个我们也都有进行这样子。那在这边后续就有得到就是拿到博士学位。那在这段期间呢，其实也有做一些学术相关的服务，像是在台大有上一些课程，然后在海大，我们在就是海洋大学食品科学系，我也有当兼任助理教授。那另外在那个就是一些学术的服务上面呢，我有在那个农化学会当助理，然后也有在那个全国的高职基竞赛担任评审这样子的工作。那在当时的话，我也有得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奖项，然后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那后续呢，我们就因为在博士班的一些技术，所以我们去 run 了一间新创公司。那这间新创公司就是刚刚提到的休斯生技。那休斯生技的话，其实我主要负责的就是这个 capital raising， 就是募资，然后有做公司的整个 CIS 的规划，然后做它的广告设计跟它的产品设计，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先导工厂的一个建制的产线建制的评估。那另外我有在公司做一些像动物实验相关的研究、生理活性的评估这样子。那最后就是做技术服务跟那个商业合作这样子的一些探索。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真的在公司里面学到蛮多，因为我们从新创公司开始萌芽，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要从零开始学起这样子。那同时在这个时候也有开始在系上就是担任兼任助理教授。那后来之所以会回到这边，其实真的就是因为在当时有发现说自己对教学跟研究都还是非常有热忱，所以还是后来就决定要回到这边来任教这样子。那所以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实验室相关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些能力呢，包括像是食品加工、食品化学，然后营养成分动力学跟食品生物制程等等。那
我觉得中间比较值得要解释的会是营养成分动力学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相当多的这些保健食品啊，它里面都有一些机能性成分，所以吃进去才会有，就是对身体有帮助嘛。但是往往我们会不知道这些成分它在我们人体当中的吸收、代谢、分布跟排除。那借由营养成分动力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去了解这些物质它在人体当中的相关的吸收以及利用的这样子一些方式跟它的一些机转。所以我们实验室其实在核心的有一部分的核心研究就是透过这样子的研究方式来进行。对，那现在实验室其实它有分成大概六个方向的东西，那主要都是跟一些新颖的加工有关。那新颖加工在我们最近在进行的就是这个脉冲电厂以及静电厂这样子的一个协助冷冻的一个加工。那另外呢，这些加工呢，其实我们会把它应用在冷冻上面，还有应用在营养成分动力学的探索上面。那另外呢，我们也有在进行一些就是跟这个生物工程相关的一些研究，那后续也还会做一些酒类发酵的研究，有在积极的跟一个厂商做讨论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是跟敏昂老师合收的一位学生也有在做这个起因酯起因聚糖相关的研究。那最后的话就是这个生物分离纯化，就是从这些生物材料里面去分离出机能性的成分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 prototype 的制程，然后还有放大的一些制程相关的评估等等的。好，这大概是我实验室目前在进行的方向。好，那这边就先不讲。那因为刚刚那边是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解释，那这边的话想要跟大家就是各位系友讲一下，就是我现在在学校的负责的一些课程。那我在加工学群我有负责两个部分，一个是加工学群，然后一个是进阶的课程。在加工学群的部分的话，当然是有上这个食品加工二，那是跟敏昂老师合上的，我是负责乳品加工跟炼制品加工的部分。那我自己有开的课程是这个嗜好性食品，包括茶酒、咖啡、可可这样子的加工跟产业概论。那这堂课的话，我在按照往例，我都会找一些业界相关的从业人士，包括在做这些产业相关的老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产业上面的一些资讯。然后我自己本身会跟大家介绍这个就是加工的原理，像是茶叶的发酵，然后可可的发酵，还有一些食物操作这样子。那这个课程原本是开在进修部，那从后续的话会把它开在日间部这样子。可是它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在最近的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外师他要来这边是比较困难的，再加上我们这个课程通常都会有一些试吃试喝的这样子一个动作，所以在近期的话还会再评估一下就是疫情的影响，那要不要继续开这门课。那另外有一个主要课程就是这个油脂加工，那油脂加工是上学期的课程，现在也正在进行。那主要就是跟大家讲这个我们一般食用油脂它的加工的流程，然后还有食物上面操作的机具设备跟一些产线设计所需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子。那接下来是进阶的课程，当然有包括刚刚所提到的营养成分动力学，然后还有在下个学期会开的这个生物分离纯化的这样子一个东西。那生物分离纯化除了教学生们 prototype 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之外，也会跟大家提到说如果要建制这些生物分离纯化的产业的产线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规划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这个学期有开的这个创新研发与管理这门课程，那其实我会把这门课程定位成就是业界 PM 的先修班。那所以我在这个学期有找了一些业界相关的有相关经验的人，一些专案管理，然后那个产品管理相关的一些人来回学校跟大家分享一下说现在这样子的工作他需要是什么样的职能、什么样的技术跟什么样的背景知识。那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一个产品开发从没有开始然后到上市这样子一个流程跟需要评估的地方。那另外我在进修部也有上食品科学概论以及部分的食品化学，是跟泰元老师一起合上这样子。对，这是我大概就是教授的一些相关的课程。Alright, 那最后就是我的现在的实验室的部分。那我现在实验室总共有四位同学，那常驻的有两位，那另外一位就是刚刚提到跟敏昂老师合收，那还有一位是这个在职专班。那这位同学他主要做的是这个油胶，这个油胶的一个计划相关研究，这个是我们跟那个北一的食安系的一位老师合作。那这个部分主要是要看说我们要制造出一个新颖的鱼油胶剂型，然后他去对鱼油的这个
氧化安定性跟它的一些在人体当中吸收的探讨。因为鱼油，大家吃鱼油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吃到胃里面会有一个很不舒服，然后又很反胃的这样子一个味道。那很大一部分是透过它的就是氧化作用所产生的一些 off flavor。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新颖的加工技术去把这个 off flavor 把它盖掉，然后让它的氧化安定性变得更好。那所以我们会进行一些相关的安定性以及人体当中吸收的一些研究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电厂加工对食品冷冻特别是水产品这个部分它的一个特性的研究。那其实这个研究是背上一些现在业界养殖产业所碰到一些问题。我们有一些水产品它没有办法销往中国，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开发就是把它可以销往欧美市场的这样子一个加工模式。那冷冻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在这整个产业链里面，但是冷冻往往会造成那个食品品质的衰退嘛，就是因为它的冰晶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一些新的方式去介入冷冻的这样子一个过程，达到品质的维持。所以我们目前在探讨是电厂这一方面的东西。那剩下就是跟明老师合收的，还有这个彭玉，他是在职专班。那因为他是在那个老协真上班，然后他在制程上面，他在现在的工作在制程上面有碰到一些问题，我们也正想办法做这个生技产品加工制程的一些相关的改良。对，所以这大概就是我的简单的介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